下午，演员敬酒未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 KCON 2016 France， 通过仁川机场出国，敬酒一身亮装搭配黑色墨镜，帅气亮相。现场聚集了大批的粉丝和记者，敬酒对于记者们的要求也可谓有求必应，在进入机场前特意停下脚步供记者拍照，亲切地挥手示意。因出演电视剧《太阳的后裔》而人气飙升的敬酒，近来也频频出席各种活动。敬酒将其新片《One Life》回归荧幕，在片中和论时完的合作也成为一大亮点，备受大家的期待。